介绍一下西湖 KY 赛车场。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会从左边这边进来，这边也是我们所谓的 pit 区，就是等一下我们在走赛道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我们会从这个地方绕进来，然后绕进来我们的 pit 区，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停放车子的地方。这楼上是裁判室，然后这个是观众区、看台区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开始来走赛道啦。这里啊，你会看到地上啊有这种小小的标识，18、17、16，这是摩托车的排位，因为这边有时候也会举行摩托车比赛。那这个比较大的方格就是我们卡丁车起跑的排位，杆位会在右边，右边的第一个，它比较靠近右弯，它比较容易先抢进去那个位置。这有两个白线，是所谓的对位线。因为等一下车子卡丁车采取的起跑方式是所谓的动态起跑，除了 KZ 比较特别之外，其他属于动态起跑，也就是大家车子要跟着在后面排队，然后排成两条线，这样排成两条线。那等到在这个地方会有所谓的裁判，觉得你们列队列好以后，他会挥旗，然后才开始比赛。那如果中间有人乱插队，有人跨越线呢？第一个有可能会受罚，再来有可能就是队尾圈要重新再跑一次，大家要重新再绕一次。老师，我问一下，什么是杆位啊？杆位就是第一个测试第一名的小杆位，所以一开始会先记单圈。对，然后有所谓的测试圈，就是你要先测试得到你的成绩，那我们才可以决定这排名的顺序。像我就曾经排在这个位置过，我在这里拿过杆位，而且还杆位取得胜利 ，pole to win， 就在这个位置。那你看这个起跑线啊，你有没有发现这比较特别？这两个对位线是不是直的？哎，到这里怎么变斜的？你有没有看到？因为你要抢过第一个弯嘛，你不可能让它直直的直接撞到第一个弯角去，它没办法转弯嘛。所以这个对位线就是让它就是从这里起跑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往这里走，这种杆，好，往这里走。那二号会在这里啊。这时候如果你在杆位起跑的话，记得千万不要自己死守的里面，你应该起跑的时候，因为它不能超过你嘛，那二号车不能超过你的车头，裁判才会挥旗。所以你一起跑的时候，你就要压到中间来，就是你这样起跑的时候，你要这样慢慢靠到中间来，去压迫他的位置。你就是有点这样压到中间来，让他没办法进去，那你再进去，这时候你就会守住第一个位置。那时候我就是守住第一个位置，接下来就领跑到结束，就这样。这是一个与人竞赛的技巧。对，接下来这就是我们的一号弯。这个位置左右刹车，就在这个地方刹车。从这里刹完车以后，一号弯要尽量看有没有办法去走到最右边的那个路沿石，尽量去贴靠右。在贴靠右的过程，右边的轮子会稍微有点举起，就是看可不可以把那个右边举起的轮子放在这个上面，这样对赛道就做到了最大的利用，那又可以充分利用到完整的路面。大家会觉得压到这个地方啊，可能会有点问题，但实际上还好，这个路沿石是比较平的。所以它跟这边落差比较不大，那尽量贴着右边一直往右走，因为接下来你要攻第二个弯嘛。那第二个弯呢、啊，我有看过两种开法，第一种开法是绕过那个弯角，不去碰到那个弯角，直接这样走进来，顺着，尽量就贴着靠右，然后接下来就往左边跑，不上这个路沿石，让车子从这里这样过去。那第二种是这样子，来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。有没有？这个地方是没有减速的，你就是尽量靠右边来过来，到这里以后直接直直的射向那个位置，所以你会有两个轮子在路沿石的上面。这个地方的路沿石它有一点点高度，如果你骑上来的位置不对的话，你车子可能会被往这边抛过去，但如果你骑上来的位置是对的话，它会直接跳过去。哎，就是这样。接下来就进入到所谓的三号弯啊，三号弯通常都冲得蛮深刹车的，那因为三号弯比较深，我们讲比较深，就是因为它要这样绕一个地方，然后再这样出来，跟正常的法夹180度不一样，这可能已经超过180了。这个如果是这样讲，这可能大概是210度左右，再多个30度吧。进来的时候刹车也要带比较久，也就是所谓的带刹入弯 （trail brake）。那这个弯心啊，应该是会在后面这个地方。你看这个地方很多胶，对吧？所以一开始这个弯的前半段都没有贴着路沿石，没有，因为你不可能从头到尾贴着，你从头到尾贴着它的速度就很慢，所以你要从外面这样画一个线，从这里这样顺就是。你看地上很多台胶，有没有？
黑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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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绕从这地方这样射出去。对。那三号弯这个地方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这边赛道左边是凹进去的，这个超恐怖的，不知道已经多少台车毁在这里了。当你车子一掉下去的时候，哇，完蛋了！这边抓地力又比较差，一整台车会这样砰砰，就在这里就失控了。像我就在这边撞坏了一台车。在这个地方跑要小心一点，尽量跑在白线以内。三号弯完了以后，这就是四号弯。因为三号弯出来，我们会尽量一直沿着这个线走，走到这里。这四号弯毋庸置疑的，直接就是飞过那路沿石。你看那个路沿石，大家飞得很平，因为它是直线的，我们有时候就是会截弯曲。你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弯，不然你当成一个弯特别绕，就这样绕，哇，太浪费时间了。我们不如直接就是把它飞过去。你看，我们全部都是摩擦的。这个是我们的五号弯，俗称的天鹅湖。你看它看起来是不是像一个天鹅？有没有？一个天鹅，有没有？有吧？天鹅，有没有看到？是吧？是不是很像一个天鹅？对吧？好，模仿得很像。一飞过来以后，马上踩刹车。赛车真的要有一定的胆识，因为通常你飞过这个以后，它会腾空，你会很害怕。然后掉下来的时候，你再踩刹车，你会觉得很恐怖。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在前面就先预喊着，让它飞过去，但是这样就慢掉了。赛车是需要胆识的一项运动，你要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。所以是飞过来以后。踩很重刹车，直接把车子定在那个弯上。再有一种就是你刹完车速度有点快的抛的速度，这样慢慢抛，抛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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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一样，这种很深的弯啊，都有一个特点，你绝对不能在前面去摸到那个路沿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前面摸到，你车子就会抛出去，你等一下进不了下一个弯，或下一个弯你就会很憋，甚至在这里你就可能要再刹车。所以这种很深的弯都有个特点，你进来以后要。绕要有耐心的绕圈圈，去摸后面的那个路沿石。这个弯的路线就是轮地上那个很明显的轮胎痕迹的路线。对，可能到三分之二、二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、五分之一，然后这样。所以路线上都不靠中间的那个路沿石。对，如果正常来讲，你要做出最佳单圈的话，不会。但是超车的话会，它在里面绕嘛，你如果有办法机会进来卡住它的位置。当然你就是在他旁边并排，那他就进不了这个地方，你就去卡他嘛，卡他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可以出去，不然他就上草，他就要收油。你看我们赛车都在做截弯取直的动作，有没有看到这里又一个直线，对吧？这里我是觉得不要上去比较好，他这个有一点点斜，他上去的时候他车子会有点起，所以他下来的时候他车子会有点稍微靠右一点点，要变成我要进下一个弯，我可能要靠左一点再靠右，我觉得有点麻烦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平平的削过去。啊，这里刚好是一个车子的宽度，大概就是刚好这一个车子的宽度就在这里，所以你就刚好大概抓这样，有没有？然后往那个方向过去。赛车很像在赛道上画线的感觉，啊，你要去想，哎，怎么样线可以，怎么样线不行，那我怎么样做到这一条线？我要做什么？哪里刹车？我的弯速多少，我什么时候加油，这些都关系你怎么画出这一条线。